红色的宫灯是喜庆的象征，红灯升起来了，到处都是红旗飘扬，到处都是张灯结彩。从前熟悉北京的人今天一定认不出这个城市了。为什么这个古老的城市现在变得这样年轻？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节日，这是6亿5000万人民建设新生活的节日。归国华侨带着不平静的心情回到了祖国的首都。欢迎你们，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兄弟。欢迎你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亲密战友。欢迎你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战士。欢迎你们，一切爱好和平的朋友。欢迎你们，所有在这个吉祥的时刻来到了北京的客人。这一天，中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在这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周年。他们聚集在这一个普照着五星光芒的屋顶之下。中国人民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芒照耀之下，开辟了自己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刘少奇主席致开幕词，他说，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是世界获得和平和进步的根本条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向毛泽东主席致献词。来自五大洲的各国贵宾应邀在庆祝大会上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与
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胡志明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安诺沃提尼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金日成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优泽登巴尔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雅萨瓦茨基同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奥比伊斯特万同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吉加涅夫同志。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穆谢胡同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马特恩同志。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埃波德纳拉西同志。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野坂参三同志。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瓦德克罗歇同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约多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吉罗拉马里考西同志。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同志。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伊巴路利同志。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哈里托利特同志。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维克托里奥科多维亚同志。古巴人民社会党代表团团长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同志。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代表穆罕默德侯赛因阿布伊斯同志。他们带着各国人民的崇高友谊，用最美好的语言祝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所有这些献花的孩子都是十周岁，他们是和年轻的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当这些孩子们诞生的时候，帝国主义曾经断言说，中国人离开了西方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而且那时候他们还打算把新中国掐死在摇篮里。可是你现在再看看，孩子们多么幸福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乘图114专机到达北京。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举行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宴会。周恩来总理祝贺赫鲁晓夫同志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欢迎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公报。周总理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我们就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同社会主义各国一起在和平竞赛中胜过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同志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这样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头目们惊慌失措。赫鲁晓夫同志举杯，为伟大的中国人民，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苏中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为世界和平干杯。这是1959年10月1日的早晨，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把他们热情的祝贺送到了这里，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报纸都刊登了有关这里的消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这一天也发表了社论，说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目前北京正在庆祝的那个节日终将会被历史家认为是20世纪主要的里程碑之一。是的，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10年前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早已在这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在这里已经稳稳地站定了有10年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宣布庆祝典礼开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100年来，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理想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陪同下检阅各受阅部队。